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默祷预备我们的心。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他的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上帝。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给我们一起在这里从一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让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力量的荣耀，是我的神，我的父，拯救我的磐石，我要欢呼，注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向主高举双手欢唱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宰，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我们一起来，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一定拯救，我赞美你。
你不再封闭。
是献上自己，一生一世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及相要，其中最大的是爱。愿我们能经历神那份恒久、忍耐、无私、纯洁的爱。
果您身体不适，你可以坐在位置上，和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开口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自己所做的，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流血牺牲，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了救赎，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有了这确据。主啊，我们让我们自己来，就像今天的歌所唱的那样，让我们叩心自问，我们自己对你对爱的教导，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去关心、去爱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只顾自己的益处，没有照顾到别人的益处。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做得很不足。主，你说如果人们看到我们当中有爱，他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不是把爱停在我们的口头上，让我们把这个爱用在我们每天每分钟的实质行动上，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遭的朋友来关心他们，来看他们的需要，来走出、来行出你让我们所行的。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让我们真的是像一小小的蜡烛，点亮自己，照亮周围的人。主，我们感谢我们教会上个五月初我们就有一个福音的晚餐，求主你继续的祝福福音晚餐这筹备小组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圣灵的能力来传讲你的福音。主，我们也帮我们教会寻牧小组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你真的给他们从你来的智慧，寻得合你心意来的牧者仆人来牧养我们。我们更是为着弟兄的团契弟兄们一起起来来为你发光来热心。主啊，求主你真的是大大的祝福我，更是谢谢主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教会施礼坊关怀的事工，让弟兄姐妹他们做的时候有从你来的爱心互相的怜悯，彼此的扶持，走这条路。以上我们的施工，我们的恭敬交在恩主的手上，求主接你我们所做的工，我们的做的工，求主接你。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大家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能再次来到各位当中，跟大家一同敬拜主，而且分享主的话语。上个月兄弟来这里讲道的时候，看到教会介绍各样的事工，无论是事办也好，团契也好，小组也好，兄弟心中感到非常的振奋，因为看到当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起来，大家来服侍的时候，教会里就会充满一种朝气教会里就有一种蓬勃的现象盼望南区正道堂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教会的施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神的勇士计划里，他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百姓。所以呢，在
如果你们不晓得的话，在希腊文原文圣经里面，教会呢这个词呢是 ecclesia， 那 ecclesia 呢就是被召的一群。神呼召我们，不但要我们大家一同来领受或者承受神的赐给我们的永生，神也呼召我们能够出来侍奉他，来服侍他的百姓。所以呢，今天我要配合教会的事工的主题，切实相爱，彼此服侍，来跟大家分享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那里所写的这一段话。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众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你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为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指示就当专一指示，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知礼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发现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能像我们在世俗的场合里服事一样，因为教会在教会里服事呢，我们的态度呢是极其的重要。我们不是在教会里把一些事情做好了就算了，而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服事的态度来服事主，服事弟兄姊妹。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来服事呢？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记得要有这些下面几种不同的态度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必须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信徒。在第三节那里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众道。保罗他晓得我们一般人的痛病，就是我们常常会高估自己，以为我们凡事都比别人强。那么保罗呢，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众道。我们不是要高估自己，但同时也不要低估自己，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谦卑永远是一个非常难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总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我们常把自己抬得很高啊，我们希望别人都能够看得起我们，我们都希望这个别人能够来怎么说呢，仰慕我们。那么我们呢就不希望别人轻看我们，所以呢我们常常就会高估我们。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说美国人呢，他们在应征，在应聘要得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好处通通都讲出来，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他们把自己讲得非常非常能干，哇，甚至于一些他们的什么文凭啊，不是真的是假造的哈。但不管怎样，很多人就喜欢在人面前夸耀自己，甚至把自己抬得很高哈，高估自己。那么这种态度呢，我们在教会里呢，我们是不要的哈。那虽然有人认为说谦卑是一种弱势，可是圣经呢却给我们看到，并非如此。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降世为人，而且还体现了谦卑和服侍人的那种人生。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那里叮嘱门徒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超前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对不起，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学习像他一样，在神在人面前谦卑自己。我们不要效法世俗的那种样式，以为说自己高高在上，这才是好的，其实不是。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习谦卑像主耶稣一样，并不是在人面前一种弱势。那主耶稣他不但用言语教导门徒，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为门徒洗脚，他以实际行动来教导门徒们要谦卑地服侍他人。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愿意降为卑，而且给门徒洗脚的话，那我们也就应当效法他的样式来服侍，谦卑地来服侍弟兄姐妹。麦当劳是全球众所周知的一家非常怎么说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汉堡包连锁店哈。那除了麦当劳以外呢，还有几家汉堡包店连锁店，像这个 Burger King 啊，还有这个 Jack in the Box 啊。那么这些呢，他们都非常做得非常成功，其中有一家叫 Wendy's， 我想大家也都经常看到他们的店。那不晓得各位对 Wendy's 他这家公司他是怎么起家，这段故事不晓得了不了解，熟不熟悉。那么这家 Wendy's 汉堡包连锁店，他的创始人叫 Dave Thomas。 那么他呢出身贫寒，也没有读很多书，他中学没有念完就辍学了，可是呢他的刻苦耐劳使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那么他的家产呢只上亿美元，很多人想知道他成功的秘诀何在，所以呢每次有人来问他的时候，他总是用三个字母，英文的三个字母来回答那些人。这三个字母呢就是 MBA 啊。那别人听了以后呢都以为说，哇，你真的在哪一间大学念出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吗？他说没有没有，我高中没有念完就辍学了，我的 MBA 是这个 Mop and Bucket Attitude， 就是抹布和水桶的态度。哦，人家听了以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呢？他一从开始呢就以这么一副非常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别人，来服务别人。他不介意手中拿着抹布和水桶在店里抹地板啊等等哈。所以呢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呢他说也奇怪，神就赐福给他，让他生意做得越做越旺，他一生就能够成功的来做这么一个Wendy's 这么一个大的公司哈。那么当然呢，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追求成功而自甘卑微，我们乃是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他的门徒，所以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我们都要去效法。很多人他们不能也不肯谦卑自己，是因为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可是呢我们基督徒不用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喜欢谦卑的人。你们记得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有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记得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一定要效法我们主耶稣，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弟兄姐妹。第二点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各尽其职。在第六到第八节那里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者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指示就当专一指示，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头一个
恩赐呢，说预言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也被翻译作这个讲道哈、啊。所以说预言呢，常常也是指讲道的恩赐。但不管怎样，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这道理不言而喻。我们将不同的，他将不同的才干和恩赐都给我们个人，我们应当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啊，用这些恩赐来在教会里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列出的属灵恩赐，包括讲道、服侍、教导、劝勉、管理、帮助人、怜悯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属灵恩赐在这里没有提到，但在圣经其他地方有提到。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去发现神在我们身上所给的恩赐，以后再去发挥操练，以后在教会里能够使用出来。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在教会里有所服侍。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为什么呢？大家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了个比喻，就是按才干受责任那个比喻，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楚。讲到有一个主人，他要往外国去，就把他的家产分给他的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拿5000、2000的，他们都拿去做生意，以后到主人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交来，都拿来交给主人。唯有那领1000银子的，把他从主人所领受的银钱呢，就埋在地里。结果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斥责他，就责备他哈。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经文，对不对？从那个比喻就晓得，我们基督徒都应当在教会里有所服侍。那我在教会里牧会有四十年哈，牧会40年。那么在牧会的那年日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礼拜天来做礼拜，可是呢，除了礼拜天来做礼拜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参与哈，甚至他们有时候迟迟来，早早离开哈。他们来教会只是要听一篇道就完了，那教会其他活动他们都一概都没有参加。所以我就常常提醒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来敬拜神，我们也要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不晓得南区正道堂有没有，我们在北区正道堂呢，每一年我们开会员大会之后，选了新的执事以后，那我们就在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就有一个献心会，主要是在众人面前为这些被选上的执事，为他们做一个特别的祷告，甚至为他们安守祷告。那同时呢，我们也请会众填一张表，这表上面呢就列出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填这张表，把姓名、地址、联络方式都写出来以后，愿意在哪一方面参与服事，我们也请他们够一够。以后呢，我们就个别跟他们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实际的参与我们教会的服事。感谢神，无论在母堂也好，在北区也好，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他们都非常踊跃的参与服事，因此呢，就看到教会一种蓬勃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服事，不是在那里坐着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啊。感谢神，所以呢，神的旨意不但要我们承受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也要我们懂得怎样来服侍他，还有服侍弟兄姐妹。因此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在教会里有所服侍，每个人都应该照着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恩赐，不管是大的小的，不是说有些人领受大的恩赐，有些人领受小的恩赐，有的弟兄姊妹领受的恩赐比较多，有的弟兄姊妹领受的比较少，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发现、发挥、使用这些恩赐，在教会里积极的来服侍。那么，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不晓得我有什么恩赐，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什么恩赐。”没关系，因为在教会界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材料哈，一些问卷。那么我们只要填这个问卷的话，
马上就知道说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埋在地里，我们一定要拿出来使用在教会里，在神的家中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羡慕其他的弟兄姊妹，哦，他们的恩赐比我大，比我多，我这个恩赐又小又少，不要因此而感到自卑啊。那恩赐大的，恩赐多的，也不用感到骄傲，因为这些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有这些恩赐和才干。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的服侍，大家彼此搭配，各尽其职。这样的话，教会就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教会就能够执行它的使命。那这就好像一台车子啊，一台车子有很多部件和零件哈。那弟兄们，我们一般都喜欢车子哈，那么也喜欢修理车子。那我也懂得一些车子，里面的一些配件啊，部件啊，有时候我就自己懂得怎么修理了，就自己修哈。那么需要大修的话，才拿去的修车店里去修哈。但不管怎样，这些部件零件多得很啊，而这些部件零件必须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这部车子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它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交通工具。可是如果在这部车里面呢，一些部件和零件呢坏掉了，或者有一些电线水管切断了或者不灵了，那车子就没办法发挥它的功能。那么教会呢也像一个交响乐团哈，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弹奏不同的乐器。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在音乐指挥的带领之下，照着乐谱所写的，我们各自弹自己的那个部分的话，在音乐指挥的带领下，我们就会演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来。我念中学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做打鼓的哈，那么后来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分配我做吹黑管的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都懂得音乐的，那么至少有好多位弟兄姊妹都会弹这个钢琴哈。但不管怎样，我们如果各自在那里，无论打鼓也好，无论吹这个黑管也好，坦白告诉你们说，是音乐那种发出的声音非常单调哈，非常单调。像我每次单独在那里练打鼓的时候，就大的鼓还有小的鼓哈，大的鼓是用脚这样踩一下，它就嘣一下哈。那么上面小鼓呢是用那个两个像筷子一样那个棍子啊这样打，扎扎扎扎扎。所以呢，如果是四拍的话，就嘣扎扎扎，嘣扎扎扎。那如果是三拍的话，就嘣扎扎，嘣扎扎，就好像广东话的那个什么猛扎扎，猛扎扎，非常单调，一点意思也没有，不好听啊！人家听了以后一定会觉得很厌烦。那么黑管也是一样，我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吹黑管的话，没有什么，没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那种声音很低沉啊，我不晓得该不该讲这么一个笑话，就好像一个打嗝一样。可是呢，当我们乐队在一起演奏的时候，哦，那就不同了，那种音乐非常的美妙。特别我们在PowerPoint 上面看到了这么一个交响乐团哈，当他们奏起音乐的时候，在音乐指挥的带领下，会做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我们听的人都感到非常的舒畅。那音乐奏完了以后，我们大家都会起来，我们都会鼓掌哈，都会向他们致谢。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都做同样的工作，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职，以后大家在教会的带领下，大家彼此搭配各尽其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能够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来。
所以呢，请记得哈，我们在教会里必须要学习，不但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而且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搭配。这样的话，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人人所羡慕的这么一个属灵的团体。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那里也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需要彼此搭配，我们需要彼此搭配，并且需要彼此协调的目的，就像这里所说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这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第三点，我们从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看到在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要持这么一个主理合一的态度啊。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些肢体，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是基督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啊。那保罗呢，在这里特别强调，在基督里成为一身，那这是我们众人彼此搭配必然的结果。那么保罗他也提醒我们，虽然属灵的恩赐有很多，但这些属灵恩赐都各不同。那么我们呢，要永远记得，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我们在主里面却是一体的。那刚才提到兄弟在教会里服侍好多年，那么我就见过于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呢，他们不参与服侍。不但如此，兄弟也看到教会里有时候也会出现信徒之间的纷争，还有更可怜的事，就是教会分裂的事情啊。特别教会的分裂，让弟兄姊妹心里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不瞒你们说，在去年疫情当中，在西雅图或者说在华州呢，华人教会当中呢，就有两间教会分裂了。我听了以后非常的伤心哈。为什么教会弟兄姊妹不能大家同心合意，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服侍神，为什么一定要分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教会里经常会有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要尽量的去避免教会分裂的事情。当然，如果教会里面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不能再继续在一起敬拜侍奉神的话，那是免不了。但是我发现很多教会分裂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是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同心同工的缘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不管怎样，据某项统计，全球一共有380万间教会。那么在神的眼中呢，虽然有这么多的教会，这几百万的教会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为此呢，基督徒就应该要学习怎样以谦卑的心追求在主里面彼此合一。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教会不能合一的话，我刚才说全球有380万间教会，那当我想到这么多的教会的时候，这几百万教会能够合一这件事情，可以说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啊。可是在每一间教会，地方教会，我不是指那些所谓的小群哈，一般地方性的教会，我们一般地方性的教会，无论是几十个人也好，几百个人也好，几千人也好，我们应该会达到那种教会合一的地步。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谦卑，那么这也需要我们
懂得怎样彼此包容。因为弟兄姊妹从各地各方来到一处，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侍奉神，自然就会有不同的那一种价值观、人生观和做事的方法等等，常常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不，这些都是小问题，只要不牵涉到真理，我们应该要学习怎样接纳别人，学习放下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维护那种合一的精神，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搭配，在教会里同心合一的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教会发挥它的功能，好让教会能够执行神和主耶稣基督所交付我们的使命。真的，撒旦最不愿意看到教会的合一，他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地上制造纷争、制造分裂。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防备撒旦在教会里的工作，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搭配，大家一起来在主里面来同工。那么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他风闻教会里有彼此纷争的事，他心里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前书，而且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就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合一，避免纷争的事，并且提醒他们，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彼此为肢体的。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五节那里也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常常觉得我们能在教会里服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那这也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振奋的事，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常常提醒自己，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懂得怎样照着主耶稣所立的榜样，谦卑地服侍弟兄姊妹，也照着使徒保罗的劝勉，让我们大家能够彼此搭配，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合一，大家同心合一地来兴旺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愿神赐福南区正道堂，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服侍，使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灵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使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好让我们看到神的名在教会中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万人中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过去的过失，我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虚荣，为了自己不够谦卑，常常发现在教会里很难跟弟兄姊妹一起搭配服侍。我们要求你在主耶稣的宝血里再次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谦卑卑的效法主耶稣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有没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也求你圣灵亲自对他们说话，催逼他们，让他们愿意照着你所亮给他们的恩赐，能够在教会里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搭配服侍。我们也更求你使教会能够维护彼此合一的精神，因为我们都是你基督身上的肢体，虽然肢体很多，但身体只有一个。求你让我们永远记得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来执行主耶稣的大使命，
使更多的人听闻福音蒙恩得救，使每一位信主的人在教会里得到牧养，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然后我们请周牧师给我们出祷。从上头来的祝福，愿信心仁爱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弟兄姊妹，也但愿所有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谢谢钟牧师的信息啊，我想我们真的在教会里服侍真的不容易，意见啊不合，或者是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很难避免。但是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啊，在服侍当中啊，更好的来磨练自己，啊，这样的话我们会啊会成长。好，我们啊欢迎啊。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我这里有一个啊名字，我叫到您的话，我希望您能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非常想认识你，吴之坚、伦建云，是吧？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我叫吴之坚。我太太叫倪建云，我们是从密西根过来的，是来旅游看看小孩。Yeah. 好的。这叫我们来这教会，是林牧师到我们那边去讲过道，然后介绍我们来，也是来，我们也特地来看看林牧师的。OK。非常欢迎你们，欢迎。希望南区能够成为你属灵的家。我们还有小组哈，欢迎你到我们的小组来一起来我们参加活动。好，我们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右手边有吗？左手边有没有？楼上有没有？好，没有哈。我们有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请 Ricky 弟兄。我们教会特别喜欢新朋友，无论你是来探望还是你是来定居的，我们欢迎你来我们教会。啊，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团契，也特别欢迎弟兄来参加。我们弟兄团契研读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父亲这个最荣耀的名字。我们会跟着这本书一起来学习哈。从我们认识重新认识我们的父亲，再重新认识我们当父亲，再而去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一直都是希望从这里彼此的学习分享。那我盼望所有的主讲哈，把你们每一组的组员他们可以来参加的。把那个大概那个数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我们更欢迎你来参加，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小组。那么希望你来一同来享受我们弟兄的团契。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请你可以向我们的负责人的 Alan 家弟兄哈 ，Alan， 请你站起来好吗？让每个人都知道是你，啊。所以啊，就向他报名就好了啊，让他知道我们会来，啊，有多少人我们可以预备那个食物。那如果你要来的话，请你在9:15啊，在这个礼拜六9:15就来到，我们可以有一段很简单的那个早餐的时间，彼此认识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参加，特别是弟兄姐妹，你来参加的话，那你就留待下一次吧。谢谢弟兄们的辛劳哈。我看到那个题目很精彩，铁血啊，柔情的男子汉啊。我想这个每个姐妹都希望她的弟兄啊都是刚强勇敢，然后回到家里对太太对小孩都是百依百顺啊。所以让你们，请你们鼓励你们家的弟兄去参加好吗？OK，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我们默祷，求神祝福您。